三，出发！快速攻第一栏，刘翔稍事领先，进入加速阶段。刘翔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，史忠鹏的起跑比较弱。刘翔进入加速阶段，刘翔加速，快速的攻最后一个栏，冲刺，13秒10，刘翔重回巅峰，太棒了！这个成绩，刘翔重新证明了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王者归来。13秒10，刘翔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跑进了13秒20。虽然史忠鹏今天不算一个很合格的对手，但是他已经也是全力以赴。刘翔的13秒10，绝对令人震撼。最后的成绩13秒09。刘翔也是说，我希望找到还没有找到最好的状态。所有他身边的人说，你是说的当年13秒10随便跑进的那种感觉吗？刘翔默不作答，看来他已经逐渐的在找到那个时候的最佳感觉。所以刘翔上午在预赛结束之后问他跑多少，13秒20，其实他心里早就有数了。太棒了，这个13秒09，太棒了。刘翔的家人，他的妈妈已经是第一个跃了起来，而刘翔爸爸还是确实非常的淡定，他可能早就知道自己的儿子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。这场决赛呢，确实是非常的圆满。刘翔不负众望，真的是不负众望。在受到这么多质疑的情况下，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，从伤病当中重新走回来，这个难度确实要比当年青春无敌的时候，永远是往上走，永远是走向上的台阶的时候那种感觉，作为一个人的这种发展来讲，或者人生的历程来讲，可能大家都各有自己的感觉，这是最不容易的。现在的刘翔比过去的刘翔更加成熟了，更加完善了，因为是不仅仅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，今天又跑出了13秒09的成绩，同时他在他的人生道路上，他学会了如何的克服困难，如何的在战胜困难，如何的战胜困难之后勇敢的前进。对，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进步。我们再来看，在启动当中，刘翔的前三步要比预赛呢更加积极，更加向前。前三个栏呢，其实他在第二个栏呢有些肉啊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跨栏有些肉，有些飘，但是在第四和第五栏栏间，刘翔重新找到了当年那种非常美的这种韵律的感觉，这种踏踏踏拦截的这个节奏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。再来看，启动加速攻第一个栏非常完美，而第二个栏呢有一点攻栏点太近了，稍微的飘了一下。刘翔的栏上的调整能力确实是很强，栏间的三步加速非常脆，大使获得了第二。我们通过刘翔最后冲刺的动作都可以看出来，刘翔这一次是真是想好好的搏一下。对，其实在前三个栏呢，刘翔还是有点保留，他的摆动腿积极下压呢不是那么的凶悍，对，有点说我先稳一下，然后后面逐渐顺了之后再加速度啊。这个狠劲儿，我们似曾相识。我终于又再次说一下这四个字了，确实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因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经过这么多的磨难，经过这么多的质疑，最后刘翔战胜了困难，从困难中走出来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。在2009年的上海黄金大奖赛当中，刘翔这种超量恢复，因为他很久没有比赛，这种爆发，当时跑了13秒15，也是跟特拉梅尔并驾齐驱。在今天的这个13秒09，我觉得是一种，你要说09年的那个表现有点虚幻的话，对，你闹不清楚是一种超量的这种表现呢，还是蓄积已久的爆发。今天这个13秒09，感觉让人比较踏实。对，那个呢还有点用我们自己说的话，还有点吃老本的感觉。对，那么现在呢，等于是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刘翔又表出这么高的水平，那么说明整个的这一段，他的治疗，尤其他这个训练是成功的。